李晨自拍却不见范冰冰身影，但他这个表情就能看出范冰冰现在很好。管道号娱乐新闻 Glantaworld。李晨自拍却不见范冰冰身影，但他这个表情就能看出范冰冰现在很好。这两天就是万圣节，现在很多商场里面都已经有了万圣节的相关活动。其实万圣节本来是西方的一个节日，但是现在是经济全球化，国内也玩起了万圣节。现在不仅是普通人在万圣节当天穿着搞怪的打扮做着游戏，就连明星也会做一些关于万圣节的活动。所以很多人对李晨的形象大打折扣。不过也有一部分理智的网友觉得，李晨这样沉默也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吧。如果在沸沸扬扬的时候插上一脚，可能大家就会把战火蔓延在他的身上，两口子一个都幸免不了。这个时候沉默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。并且许多网友表示，两人也老大不小了，之前一直秀恩爱，并且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也希望两人能早点结婚生子。对于这个事件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希望这两位结婚吗？